大家好，我叫僵尸哥，我今天在人民医院办了一个健康证，下午就可以拿到了，明天可能要去找工作去了，这个外卖送不到钱了。我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位大哥，他平时喜欢玩彩票，喜欢喝酒，我希望这次这个视频点击量很高，到时候我会给一点钱给他。走啊，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就是这位大哥，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具体的位置，在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方坑路这边，这边有个红路灯，他就是睡在这个地方的。我看见他经常也喜欢喝酒，可能是喝酒喝醉了，直接躺在地上睡觉了，把这个大地当作他的床啊。可能他也是输得太多了，玩彩票玩得太久了，是无法上岸了。无法上岸的人，那可能是导致他现在只有靠流浪来维持生活了。希望这个视频你们能支持的给他转发一下，可能是他家里面的人不知道他现在搞成这样子了。如果是他家里面的人看到他现在成这样子的话，有可能来把他接回家。